机会，命运请选择。夏侯仁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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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请选择。机会，机会。上周萧红人用淋漓尽致的演出不仅让他获得全场最高分，更重要的是他让大家重新认识了自己。制作单位让我重新认识萧红人，我觉得真的惊为天人。节目播出后，精彩的演出片段也获得观众的热烈回响。今天对上强敌林道远，萧红人还有机会继续朝发片之路迈进吗？大家好，萧红人好。好，萧红人上个礼拜非常精彩配你啊，他上个礼拜得到了我们的 MVP 100,000元的这个奖品，还有8800元，开心吗，萧红人？很开心。可是你还是很紧张哎。这一组很强，我觉得你们会遇强则强哦。遇强则强，对。林道远高亢的嗓音震折全场，也让接下来要上场的萧红人倍感压力。萧红人准备的这首歌是《连贝多芬都要告诉你》，都想告诉你。小燕姐，我对不起你，我歌名取得好。再一遍。好，对不起。我被你弄得好紧张。对不起啊，对不起啊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我可不可以直接唱？我不要说了，好了，我不让大家太紧张。努力压抑紧张心情的萧红人即将全力反击。第一乐章，我想告诉你，我快要听不清楚，非得要享受制服，黑不拉几要断断续续。分开最美丽，好，我还想越唱再继续，爱来爱去爱不过是你，连贝多芬都想告诉你，冷了更有意义，下雨下在我的青草地，我单发起了就自然蒸发。下在我的青草地，我单放弃了就自然蒸发。
谢谢。我觉得看到他们两个，我刚刚一阵觉得很难过，因为我觉得他们两个根本就应该是很优秀的艺人了，就是我觉得我们的环境对不起他们，因为其实他们是足够可以当他们的，不管是 vocal 各方面我觉得都很棒。我觉得这两个都是高手，我觉得红人摇滚，然后道远抒情，红人忧郁，道远阳光，红人孱弱，道远壮硕。孱弱，有到孱弱吗？还有孱弱，他看起来就是忧郁那种，很孱弱在道远旁边。但我觉得其实觉得红人今天唱这首歌有点紧张，我觉得上个礼拜你挥洒奔放自如，可今天我觉得这首歌不好唱，你自己写的对不对？对，自己写的。他有一半的声音都在假音，而且有很非常困难的古典音乐爬音。其实这首歌要非常大的能量去唱，我觉得有很多气你没有出来。其实我一直很喜欢红人，他有一个声音，有一个辨识度，有一个磁，我不晓得，我不知道怎么形容，一个磁性在那边。我觉得好难评哦，今天因为，对啊，我也不知道怎么说。我觉得萧红人完全可以驾驭他自己的歌，因为我觉得如果是大家会觉得他比较什么。刚才评语怎么比较孱弱，或是说或气不够，或者我觉得那个就是他的特色。对，他就是他有他的辨识，不是吧？是音柔，他的声音或许有一点扁，但是我觉得他唱自己的歌有一点古典，有一点摇滚。对，所以呢，我个人是非常喜欢他今天的表现。我觉得比上礼拜还好。我们现在打分数了，把镜头交到300位观众朋友。怎么样？刚刚听到这两位其实都蛮厉害的啦，对不对？可是如果真的硬要说选一个你自己喜欢的，你会怎么看？我比较喜欢红人，因为我觉得他很对比，因为他看起来就书生一样，但是他爆发出来，他的才华整个就爆出来这样，然后就很有爆发力。他们两个的话，我今天很喜欢他们两个表现，所以如果我要评的话，我会让他们都平手。到底是道远能够在今天成为卫冕者，在未来的歌唱事业上任重道远，还是萧红人能够继续卫冕成为我们舞台上的红人呢？我们把这个抉择交给五位老师，萧姐。其实任何一个舞台可能都只能有一个人，所以今天呢，我们还是要看看红人能不能卫冕成功，道远可不可以挑战成功。先来看看道远分数。900分，好，我们来看看红人的分数，8500分。正式的诞生了，来，我们再次恭喜几位，也谢谢今天的评审老师 Penny， 谢谢志平老师、国恩老师，还有 Summer 姐，谢谢你们。好的，气象就站在舞台上，当中有上周继续卫冕的，继续卫冕加入我们的啊，恭喜恭喜！而且你看这个啊，是我们年纪最小的信瑞。恭喜你啊，好厉害，英雄出少年哈，英雄出少年。不过呢，哎呀，没有意外的，本周最高分又落在他身上，他又有10万元的保养品可以拿了啊！恭喜萧红人，8500分，本周的 MVP 奖励8500。来，我们欢迎宠爱之名的行销部副理谢佳佳为我们颁赠本周 MVP 最佳表现选手，分数最高，不但有奖金，还有10万元的保养品，谢谢，恭喜恭喜。哦，他光每个礼拜赚这个10万元的赠品也是削爆了。来，握个手，握个手，谢谢。谢谢